这也是一个霉菌感染的哈，因为刚刚已经敲过两下了，本来是一个桶状的，清理这种的话，其实这种敲要叮咛钩拔，比那钩针要好用一些，我觉得，就像小玻璃纸，把它剥出来，看到还能看到里面那个白的菌丝。完整的一圈敲下来，这种敲比那钩针一般就弄得快，这种东西2分钟就可以搞出来啊。完整，漂亮。好，干净了。还有一点点，一会儿再给你们放一个这种处理过后怎么上药。这样上药的话，一般来说上个1次2次，基本上就能控制住了。好，来个自拍。